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它现在有两个大 X 值点相距2 D， 然后现在在它的中垂线上面有一个值点小 m， 它距离这个中点是 R。那如果 R 远小于 D 的话，它在这里做剪斜运动的周期多少？它是怎么做哈？我们来看这两个大 M 给它重力多少？往这边拉，往这边拉。好，那这个角度我叫西塔好了。所以呢，这往这边拉的这个力是等于多少F 往上拉的力，实际上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力，这个力是万有力嘛。好，这我叫小 r 好了 ，r 平方之 z 大 M 小 m 哈。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那个 cos 西塔。它因为两边嘛，有两个，所以要它乘以2。哦，这个力量投影在什么呢？就是，不是 cos 这个角度，应该 cos 这个角度，所以应该是 sin 这个角度，因为它水平方向抵消啊，牵子方向加倍，所以这是 sin 西塔才对。sin 西塔啊，再给它乘以2。方向的话是往那边往上，当 r 是往下的时候，它方向是往上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两倍的 sin 西塔 ，sin 西塔的话是 r 除以这个。这个是真的 r， 这个的话不是这个是的，这个是等于那个，这是距离是 d 呀。啊，这里我不要大 R 了，因为这里已经有小 R 了，大 R 平方sin 西塔，那 sin 西塔是小 R 除以那个大 R， 小 R 除以大 R， 大 R 多少？大 R 是 d 平方加小 R 平方开根号，这是大 R 平方加小 R 平方开根号，再乘以多少呢？乘以那个大 R。对，应该是 d 平方加 r 平方才对啊。这是大 r， 它现在这里有个也有个大 r 平方嘛，所以也是一样是多少呢 ？d 平方加小 r 平方嘛，这大 r 平方 ，r 之 z 大 m 小 m。好，那现在他说小 r 远小的这个 d 啊，所以我就把那个。D 抽出来，这里可以抽出一个 D， D 平常抽出来变一个 D 嘛，这里可以抽出两个 D 啊，所以变成三个 D 嘛 ，D 三次方分之二 ，z 大 m 小 m， 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是一加 D 分之小 r 的平方嘛，开几次方呢？开二分之三次方。因为这个是二分之二次方嘛，这二分之一次方，二分之二加二分之一是二分之三的。因为这个小 r 远小于那个小 d 嘛，所以这一项就省略掉了。省略掉以后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 d 三次方分之二 z 大 m 小 m， 然后乘以小 r， 这等于 f 哦。等于 kx 啊，因为这 d 是固定的 ，d 是固定的，但是 r 没有固定的，这力量有没有？这恢复力跟这 r 是成正比的，恢复力跟 r 成正比的，所以它会在这里做剪切运动，因为这符合定律嘛，这应该是约略等于，所以我就知道它的这个周期我们知道这个周期t。等于多少？二派除以欧米伽，或是二派，根号欧米伽就是那个 m 之 k 嘛，那倒出来，导数以后变成 k 分 m。这是剪切运动的周期，剪切运动周期的公式，所以这是二派
小 m 哈，啊乘以多少？把这倒过来，哦，因为是 k 嘛，这二 z 大 m 小 m， 我是 d 三次方，那 m 可以去掉一个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样就等于二拿进去啊，就是派 d 好，那是 m 分之多少呢？二拿进去四，四约二多少二？因为 d 平方已经拿出去一个了，所以剩下一个 d， 所以这个就答案，还有 g 啊，还有 g 在这里，哦 ，g m 分之二 d 嘛，这是答案。